有，没有错。跟水闪电一样，七八九十吗？所以六个线索是够用的。其实现在基本上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大部分的带的牌啊。其实基本上带牌都还是长类似这样啊。然后，其实一般来说我会带鹦鹉啦，鹦鹉换这一张，然后剩下就大概长这样。其实这个张，大分手我都是不会带的啦。然后基本上就带妙力套，然后配上鹦鹉，然后直接打一波。OK。两只都一样吗？哦，这是这个。Okay、然后换句话，话说，其实也要稍微学会辨识那个，稍微学会辨识这些不同东西是什么了。就是那些叙述代表的怪其实不大一样嘛，然后学会辨识也会有所帮助。就像巨蛛领地前面有没有火灰蛇会影响那个你整体的魔力量。稍微累积一下好了。等一下哦，哇，这个地形会一直把他们叫醒的，很讨厌。不需要。OK， 鹦鹉还是很强啊，我现在是九等的鹦鹉吧。这时候一直喷喷的憨儿。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显示血量，有时候又不会。还是盾就先用。我还蛮常会懒的，蓝蝶索命的啊，就蛮常都不喜欢带索命。哦，只要打赢这只就好了。你妈妈的脚步。我们要记得这个到底在哪。他在哪？还在。他跑哪里去了？还在。跑回来。
打这关满场会扣蛮多血的，打那关其实有手下可能会比较好。对吧？因为有些品质低传说，我就全部都拿去喂传说，所以他都一直跳那个一次拿到的几次之类。其实你也可以带水牢之类的啊。如果你没有咒咒灭的话，那他死了。他死了吗？卡姐根本就太恶了。等下我不应该出卡姐，我以为是最后一个了。我觉得最后一个，卡姐有点恶。走位，走位 ，fuck， 直接靠到了。Protego Total。我还是有一个八，好，这边我实验一下，我可以再继续叫卡姐出来。这期这样应该也就够了，因为一般来说只会用到两个啦。嘿。这样分开叫两只卡姐，我觉得其实不行。呀，这是。啊，妙丽跟我一起用这些不撤咒吧。我还在被晕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补车之后用起来，有水牢也可以带水牢，不然水水喷其实还 OK。然后如果打不过的话，另外一个其实是探索。就探索度其实也会影响你的输出，嗯，应该没有显示。我们让一堆界面叠在一起。对，这边探索属性加128，其实就代表我们人物血量加128，伤害输出也加128，所以差很多。嗯，我们刚才在打闪电，对不对？跟随闪电。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用过用史内普的啦，用史内普你也可以速刷，其实。只要排毒强度 OK， 都是可以出刷的。等下 ，What the hell？ What is that horrible noise？ Is someone using a caterwauling charm？ 放结束。就这样，OK。哦，然后打狼人就不要放生物，我猜真的，大家都知道。
杀间谍一下吧。我也可以用龙炮处理了。这天气打这张图有点哭吧，一直把人叫醒。又被叫醒了。全部都被叫醒，恭喜哦！再会。感觉鹦鹉要把我们打死了。其实我们不移动是很够吗？就没有什么必要省移动吗？推上去。哦，其实也可以带飓风咒，带飓风咒，我个人认为是也挺好的。对，把他们这样弄起来，有一个好处是鹦鹉，我们的那个会一个打全部。还不错，现在我旁边赶快给他们补一下。弹了好多遍，可能都没啥用。这每次我也都搞得很，搞得状况很糟。我们带个飓风咒吧，神神境其实输出比较低啊。哦，会抓人，放，被抓起来了。
不要抓我吗？OK。哎呀，没有抓很多只的感觉。我们的蜘蛛网吗？他就这样走了。有点最后都有点花魔力啊。现在还有一个没有打折的，其实还蛮贵的，说实在。OK， 我们带一张小牌来过牌吧。我记得没有其他手下人的。等一下，我第一张是妙丽。推过去一点，我快死了。OK， 很痛。Brilliant， 非常惨血，100滴。这样感觉到9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所以现在这个音效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在跟随闪电，我们在闪电风暴里面跟随闪电，感觉并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。
sounds like a flock. Oh, it's like a noise. It sounds like a flock of angry budgies is close by. Ventus. Protego totalis.然后普攻就够了，是不是？两下。好叫，狼人哦。三个狼人。Protego totalis hug me.算是蛮干净的，还偷偷叠了一层。四面楚歌啊，呵呵呵。这最后几只哦。稍微叠一下。哇，还是有兔子可以摸耶，只是那比较少见，是不是？有点憨。That's strange. It looks like. 还是带一个鹦鹉吧。哦，你们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其实有一些牌都没有升级。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没钱了。呀，只要打赢这局就好了。不需要。哦，不是。半血哦，有点残呢。其实我这个蛮有可能拿不到传说的。呀，这三小，为什么没看过这个过场？还是我都按掉了？哦，是什么新的吗？哦，该不要按那个反应键？我正要按反应键呢。我正在想是什么，跳舞喽！如果是失败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
被海哥笑，这个纯小妞，随便讲两句就开始跳舞了。觉得海哥很明显被他脚抠到了。贝拉龙蛋耳哦。带鹦鹉吗？有。好甜呢。Protego to town。其实好像。需要更多 AOE 的感觉。这有两只。这样也可以补那个树窗那些啊。我想要试试看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带小蜘蛛哦，因为它的电球的数量好像取决于它那时候敲人的打掉的数量之类的，所以搞不好这关是适合带一些小蜘蛛。对。对，瞬间拿到一堆寒东西。对，这样这一关就简单很多。有人打这个要带小蜘蛛。小蜘蛛直接三费换五费起来哦。召唤 ，OK， 也是浅显易懂，叫我们带手下。巨蜘蛛，哇，他等级很够哎、欸！哎呦，他基础生命3800哦。OK， 来吧。
换吧，换一下好了。这药草我其实就不想拿。Block of angry budgies is close by. Hmm. 没有海格。只要跟随闪电就好。解锁新手机。哎，我刚刚不知道我到底点的什么。来战斗。东西吗？没有。又是一个万血大佬。移动次数，当真要打哦！哇靠！然后顺便打后面的一枪。全部。啊！这还好吗？反正被我叫来打八眼蜘蛛，啊，看起来是没事。东西吗？啊，来打这个吧，他应该够靠谱吧。嗯，真的很需要 AOE 耶。我想一下。有什么好的 AOE 吗？这个，或这个，应该这个。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漂浮或神圣镜之类的。哇，他直接开了 ，OK。
哇，他直接收了，他超有效率，好天哪，我几乎没有打任何输出，他直接开掉一个雷女哦，这样我有点想要知道他后面想要怎么打。我的东西有点憨了，好在镜子哦。当然我刷不到，他来镜子来帮忙刷索命啊。OK， 我其实那个没有叠满，应该没关系哦。他随行现行术也用的是非常好啊，来，我们来带我们的小蜘蛛。鹦鹉带不用带，我们可以带水牢之类的哦。这样吧。有一堆闪电球，队友太靠谱了，连闪电球都用不到。OK， 94，行，好啦，那就是全部啦，三个，我没有吃回忆药水啊，因为我感觉。但其实好像不用吃回药水，没有错哦，这就是啊，什么跟随闪电，很赞。